谢谢哦。你为什么要碰我的手？而且还夹着面子。你到底是想要喝水还是想要我？没有啦。你不需要为他安慰过，帮你擦。大家好 ，Hello。那个给我，这个给我。其实我主要是要送水给你的。哇，我真的好累哦，怎么那么难唱？有，我刚在后面听了，但我觉得身为一个面子给我，谢谢。身为一个入围金曲奖的准歌后，不应该讲这种话的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哦。你为什么要碰我的手？而且还夹着面子。你到底是想要喝水还是想要我？没有啦。快乐就先带着，让我体验任何猜测。或许已经。